盘点风云宗教的出名字的武功招式，你们最喜欢哪一种？第二十种娃娃杀手的天降神兵。天降神兵。第二十一种娃娃杀手的同心真经，让这单家伙试试我们的同心真经。第二十二种细宝的情幻四绝。第二十三种石为仙的战天化气。第二十四种指探花的乾坤指剑。第二十五种聂风的傲寒六绝。傲寒六绝。第二十六种剑魔的断脉剑气。第二十七种无名的无上剑道。无上剑道的至高绝招无情道。第二十八种聂风和不精明的摩柯无量。风云鹤唳，摩柯无量。第二十九种无名的以情欲雀。以情欲雀，百鸟闻声起舞，想不到此人武功如此高强啊。第三十种破军的行凶罡气。今天我要毁了他。行凶罡气，你的掌风有毒，你是破军。第三十一种破军的杀破狼。留神，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杀破狼真正的威力。第三十二种决心的舍心印。剑臣已经中了我儿自创的舍心印，痛楚攻心，逐渐走向凶邪嗜杀，失去本性。第三十三种剑会的回天钉诀。第三十四种绝无神的杀拳。杀拳一出，鬼哭神嚎。第三十五种无名的万剑归宗和第三十六种绝无神的不灭金身。万剑归宗。第三十七种刀皇的断情七绝。伯父。第三十八种朱皇的创刀。纵斩纵观天地，横劈横眼千夫。第三十九种邪皇的魔刀。爹不要。第四十种雄霸的三元归一。三元归一。第四十一种步惊云的三霸剑。